路福超级联赛亚洲偶像团靠着三分挡拆阵赢得冠军，对上在这个版本中非常强势的集训流川和进阶三井，究竟会鹿死谁手呢？不过不少玩家投诉流川中投明显改弱，已经不能像最初那样定投了。时间还剩下2分52秒，三井已经可以开大了，但关野和潮崎一样可以严重干扰对手。进阶三井一定引来两人防守，流川就可以轻松入球。樱木不在篮底下，三井可以轻松转身上篮。慢慢远离鱼柱，公益就趁着这个时间助攻。这个三分挡拆阵，樱木可以成为得分主力。这位三井应该不是太熟练，使出了双后撤步，离开篮筐太远了。
这次鱼柱开大了，收下了灵活的鹦鹉。大家起跳抢篮板时用上绝胜补扣，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封的。鹦鹉一攻一防的大招帮助球队继续领先。这一球有点运气，进阶三井帮球队追平。这是一个常用的跳球战术，跳球后脚田撞开三井，关你就有空位射球。没有人防守内线，是因为大家都怕转身后用双后撤步射三分。这球流川过早换防，令到樱木有一个大空档。樱木再一次绝胜补扣，这一个是流川的新技能滑翔补扣。我是你猪，我猪，我不懂说国语，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，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 like， 我怕我会支持不住。下次见。